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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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顺便站个警察，就能打人了。我。动我！磊哥，坐好了。来，跟着。才出来几天，又磕。快点，快点！枪械水没蹲够是吧？没有。没有，都嗨成什么样了？我看不见啊！哎，这个杰哥你认识啊？嗯嗯。东西放哪儿了？你知道？我再问你一遍啊，东西放哪儿了？我真不知道。小光，给我铐上。不说是吧？别！哎，我撒谎了，东西在那沙发后边，沙发后边。哎呦我，这老鞋啊，黑芝麻，全黑芝麻，就这些啊。是不是？是。放好吧。哎，放地下，别动，都好了，都带走。
白星那个眨眼儿啊，都走了吧，咱俩呀？稳当的，干大事你着毛急呢？哎，给你看一眼好玩的。哟，哪整的呀这玩意儿啊？晚上分你点儿。哟，行事儿啊！是点肉吗？队长，这样吧，笔录我们做，你跟小光太累了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行，那你们今天辛苦点啊。应该的。起来，别跟着睡了，回家睡去。喂，大英队正北。啊。啊。在哪儿？行，我知道了。嗯。拿钥匙跟我走。咋的了？敏兰。正队，这么快就到了，报案人呢？
问话呢，是这儿值班的保安，吓坏了已经。啊。你当时听到声音的时候是几点？11:40。就这楼啊，停电了。对，下雪了嘛，再加上电路老化，这附近全都停电了。这栋楼是员工宿舍楼，报案人说是5楼，505。那死者呢？在楼后呢，身中数刀，怪吓人的。踩着雪啊！嗯，你跟这屋看看。应该是从这个消防梯跑下来，翻墙走的。咋的呀？啊，你第一次出命案现场是吧？吐吧，这早晚都得吐，习惯就好了。赶紧吐啊！吐完了叫他们喊人过来。告诉老大，胡依然，程老师，上次问你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毕业以后要不要留校？我还没决定。只剩半年时间了，跟你爸爸商量一下，以后父子俩做同事多好啊。我再考虑一下。你的成绩我完全不担心，但是你的性格太闷了，多交点朋友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谢谢陈老师。去吧。阿姨，你先别着急，
慢慢讲。已经好几天了，打他电话一直没人听，我也不知道他租的屋子在哪里，我怕小小被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交换。阿然，你跟他关系好，你可不可以帮阿姨去找找他，劝他回家呀？拜托你了。行吧，走。小姐，小姐，我是阿然。小姐，小小姐。小小去世，我知道你比我更难过。你妈妈走了这么多年，我工作也忙，一直是你周阿姨帮着照顾你。你是把小小当亲姐姐的。我应该早一点发现。这不怪你。小小自从交了那个混社会的男朋友，就没回过家。肯定是那个男的带着，他才染上了毒品。爸，嗯，我出去一趟。阿姨。阿姨，那个男的叫什么名字？王家辉。是谁啊？快点！警察，别动！干什么？别动！什么事？什么事？这搞错了，搞错了！哎，警官，我都说了，不是，哎呀，不是我呀，快点，不是我呀，走了。哎，警官，搞错了！哎呀，警察，慢点，不要断了！哇，这是后来在现场发现的，凶手应该是外地人，二号当天刚下火车。法医那边出结果了吗？报告已经送来了。坠楼的叫宋文，楼上的叫宋武，亲哥俩都是东铁玻璃厂的保安。
宋武多处刀伤，失血过多而亡。宋文身上也有刀伤，但死因还在分析，暂不确定坠楼时是否还活着。跑了的那个呢？没找着，现在技术部门正拿着第三个人的指纹，满场职工对着呢。哎，对，那你看一眼这个，就这个，这个鞋是他们那个厂统一配发的。现场那个鞋印呢，除了凶手的，就是这个鞋的印子了，都是42的，跟那兄弟俩的脚都对得上。其他的技术部门就再也没有新的了，只能等了。那报案人来了吗？叫什么来着？叫江小海。来，喝口水。谢谢。你别紧张，没事就叫你过来问问情况。喝水。我看你笔录里边说你那天看见了一个陌生人是吧？对，生面孔，不是我们厂的。那你为啥开门放他进去？他们开车来的。他们？宋文开的车。海洋，给开个门。五哥，你咋这么晚过来啊？家里来个姐，别管了。那人长什么样？你看清楚了吗？太黑了，就能看出岁数不大，20出头。胖瘦呢？胖瘦应该跟我差不多。那还有什么其他不对劲的地方吗？他没怎么说话，感觉都挺严肃的。下了车直接上小白楼了。啊，你看见他们下车了？嗯，看见了。你多高个儿啊？你说那个生人，他就比宋文他俩要矮，大概1.6米，1.7米。哦，对了，他们开车进来的时候，我看见后排那个人怀里抱着一个包，抱得特别紧。什么样的包？得有这么大，反正比一般的包要大。那你当时是怎么发现楼上出事了的？当时都快睡着了，12点多，突然听见楼上传来吵闹。吵啥也听不清，就感觉楼上可能打起来了。我本来也没想管，太困了。结果没一会儿传来一声更大的动静，楼后那边。我又爬起来穿衣服，跑过去看了一眼。别紧张，这跟公安局的，你怕啥呀？行，那差不多了啊，谢谢你配合，你先回去吧。你要是再想起来什么细节的话，随时联系我们。好，好，好，警官。放轻松点，别紧张啊。
救命！救命！救我！另外还有一个新的发现，法医在剪开宋文衣服的时候发现里子上有个小口袋，口袋里的东西疑似毒品。送去化验了。他们开车进来的时候，我看见后排那个人怀里抱着一个包，抱得特别紧。现场啊，丢了一个黑色的背包，应该就是凶手拿走的，里边八成是毒品。这就说得通了，现场的现金啊，肯定就是毒资呗。又是贩毒案呗。嗯，不是，这两年是怎么了？这帮毒贩子也太嚣张了吧！音信，音信，我们就是在交易现场抓的人，当时那个黄家辉摆明就是吸了毒的状态。居然什么也查不出来。尿检只是针对海洛因吗？他有没有可能吸食的是别的毒品？我们怀疑他吸食的是一种新型毒品，不在我们现有的检测范围内。合成的毒品？冰毒？没错，我们确实怀疑是冰毒，但是这种冰毒也才出现不久，而我们现有的检测技术还比较落后。如果把搜到的证物都送到外地去检测的话，这一来一回就怕到时候这个黄家辉早就已经跑路了，我们能怎么办呢？哇，又是用鬼通了喂。喂老雷，在不在我啊？啊，拜拜。哇，警察同志，你看我都说搞错了吗？哎，你问我楼底有个靓仔？哦，你举报过我啊？做咩呢？走啊！熟人熟人，没事没事。废。你干咩？说你废物！我查过你，黄家辉嘛，初中文凭，不学无术，整日游手好闲。也没工作，天天就会花女人钱，对吧？靓仔冇咁嚣张喎，嗯。董雷比起你，我算啲咩哦？我是念警校的，而你是混黑社会的，整天除了吸毒、打拳架，还会干嘛？雷呀、啊，我什么？我要是你爸妈，生出你这样的东西，后悔一辈子。做咩啊？做咩？拉住佢！喂，讲咩？拉住佢！大哥，等我先。喂，等我先。大哥，你讲多次啊！头先，等我出嚟啊！等我出嚟啊，靓仔！喂，搞咩啊你？我有啊你，师兄。寻衅滋事，在公安局动手打人，几天？故意的。你们不是担心他跑了吗？在这儿总跑不了吧？那恐怕也撑不到检测结果送回来的时候啊。我爸所在的实验室是具有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，我具备专业的知识，能够从旁协助提高效率。你们可以全程派人盯着，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个机会？怎么样，顾教授？我之前也跟你们警方常常合作，但冰毒跟传统的毒品不同，不同的冰毒在工艺流程上也有一定的差别。
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和设备有限，所以不能在短时间内把它检测出来。我们局里的检测员也是这么说的。是吧？那看来只能等外地的报告了。啊，这几天麻烦您了，顾教授。没事没事。那我就带我同事回去了，你早点休息啊。哦，喂。让我儿子再试试吧，他比我有毅力，还想给他姐姐讨个公道，让他再试试。哥，你说他们会不会记错了？一火车那么多人，冰毒又是新型毒品，这万一谁要看漏了也很正常的。不太可能，那几个都老江湖了，这干多少年了，在这没见过冰毒。那个海洛因、摇头丸没少见，他拿那么大一包啊，不可能不查。那这啥情况呀？火车站里也有咱的人，照理说瞅着不会轻易放行的。我在这想，发烧那人呢，可能不是自己来的，有同伙。但是那个保安叫什么？江小好，他说进厂里的除了宋文、宋武之外，只有凶手一个神面孔了。案发当晚一个人进的厂，不代表外边没同伙吗？再说江海话不能全信。你觉着他撒谎？这人他回忆的思路太清晰了。跟他的人怎么说？这两天小孙跟着呢，目前没啥异常。拿我，我给你揣着呗。拿来。哎，谁稀罕？弟兄，别盯我眼睛。我盯给了。去给你们早饭，你们吃什么？不用了，你抓紧联系一下局里。干嘛？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，你给我看一眼。绝对不行，一定要交到你们正队手里。看看你样的，唠啥呢？呀，队长回来了，这是我们队长。正队，我是检测中心的，高局让我送一份报告。高局人呢？高局正在跟市领导开会，让你先看一下这份报告。行。这是死者宋文身上藏匿毒品的检测报告。证物的主要成分是甲基苯丙胺盐酸盐，就是固体冰毒。怎么成功了？主要成分是甲基苯丙胺盐酸盐。这是完整的检测报告，另外根据各种成分的含量，我大致列了一份配方给你们参考。而且纯度非常高。啊，现在回局里，立刻申请搜查和抓捕。高级去市里开会就为这事是吧？没错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那我先回去了。不是哥，这又是氨又是盐的，这啥玩意儿啊？这么紧张一下。咋？这毒有问题啊？冰毒。啥？啥？这玩意儿跑咱哈兰来了？冰毒？我就在新闻和通报里边见过。这新型毒品吗？跟摇头丸似的。确实是新型合成毒品，但是它危害可比摇头丸要大多了。问题是现在就发现这么一小包，那整个哈兰流通多少，谁也不知道了。小白楼那凶手逃跑的时候拿了这么大一个包，如果里边全是这玩意儿的话，那得多少公斤啊？毛了。贝哥，你抓的毒贩子和吸毒的最多了，这玩意儿咋造的？我是抓毒的，我也不是制毒的，我哪知道咋造的？就是你问点有用的。我之前啊去省里学习的时候啊，说过这个鸦片、大麻还有海洛因，这些呢都是植物种植的毒品啊，也看天吃饭，像农民种地一样。像冰毒还有摇头丸
这些是什么呢？这些是化学合成的毒品，随便找个实验室鼓捣鼓捣就做出来了，产量非常大，一本万利。我去，91年那阵南方就出现冰毒了，经过这么长时间渗透到咱这边也正常。正常吗？啊？哪儿正常啊？没有毒品才叫正常。你才干几天警察有这个态度？我告诉你们啊，远了我管不着，在哈兰只要有贩毒的必须给我一锅端了，明白吗？是。当天夜里警方又在黄某的住所中搜到了大量未出售的冰毒，黄某及其同伙皆被抓捕归案。根据黄某的口供，花园区警方顺藤摸瓜，终于将这一危害严重、影响恶劣的重大贩毒团伙一网打尽。近两年新型毒品犯罪愈发猖獗。都过去了。过不去。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，就会想起他死去的样子。儿子，你已经做了你所能做的一切。再高兴我帮不到阿妈，大个子可以帮不到阿姐，说到底我才是那个废物。报告看了吗？老许，我干刑警也这么些年了，你也都看见了，只要是我盯上的犯罪分子，哪个能让他全虚全影的跑了，是吧？甭管他犯啥毒，咱抓就完事儿了。别灰心嘛。您指哪儿，我打哪儿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你小子这心态，我是真佩服。哎，咋办呢？局里已经跟上级领导汇报了情况，这次案件性质严重，市里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，委派你担任组长，专门负责侦破此案。不只是这起杀人案，更要紧的是背后的贩毒链条。总之一句话，哈兰市不可以有毒品存在。那必须的。就是我们那个队里还有案子没查完呢，我就撤了，那帮孩子咋办？我看你像孩子，一个个的都30-40岁了，咋的？还离不开你了？不就黑芝麻那案子吗？我安排老邢他们继续盯着，有需要的话你再去搭把手就是了。高雪，刚才呀我还跟老熊他们跟那说呢，咱们这局里啊没有专门禁毒的部门，然后呢大案队抓毒犯抓的最多的就是我了，这小光跟着我算是有一点经验，咱们要成立专案组的话得有点人才啊。你脑瓜子转的倒是快啊，想要谁说。首先咱得有一个搞技术的，这次小白楼那个凶手的指纹比对到现在结果都没出来，太耽误事儿了，咱们得把效率提上来，所以这个痕检专家必须得来一个。嗯，其次呢得有个能扛事儿的，从这次凶杀案就能看出来，跟这帮毒贩打交道他少不了硬碰硬，咱得有点能扛事儿的，能打的，身手好的，对吧？您看看我这队形怎么样？那就说咱要来两个新同事，一个痕迹专家，然后另外一个拳脚高手呗。差不多吧。那他们人呢？办婚事了。
枪吧，这块头太有样了，不愧是拳脚高手啊！看他的框，哎呦，杨国柱，嘿，刑事技术科丁国柱前来报道。我是政委，啊，政委队长好，欢迎来到我们专案组啊，谢谢。你好，赵小光。好，小光好。你好，你好。你是技术科的啊？我看你这体格子，我还以为打拳的呢。拳击、摔跤、散打，都不会，就广播体操还行。这天赋浪费了，这。你懂啥呀？人家是正经刑警学院毕业的啊，痕检专家。失敬失敬啊！啊，那咱那个拳脚高手呢？快到了，应该。你确定要他？对啊，这两年啊，江铁分局逮的人得有一半都是他摁的。那身手可以，身手是靠谱，但性格……那也那也不用担心，毕竟我是他师哥，我能摁住。女警啊，这我真没想到，挺期待的。我劝你别期待。咋的？张雪瑶没听说过呀？谁啊？我应该听说过吗？江铁分局那个疯狗瑶。疯狗瑶？师哥，哎呀，知道你厉害，有点正形。拉倒吧，那不是年年都输给你啊。哎，你们刚才聊啥呢？我也听听呗。没啥。可是我刚才可听见疯狗俩字了。哦，这夸你呢嘛。哎，我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啊，我亲师妹啊，全市的散打冠军张雪瑶。行了，这就够了，要真有什么大型抓捕的话，我再跟局里申请借调点警力就行了。哎，师哥，咱专案组就咱几个呀，啥时候开始调查？还有一个呢，给你推荐个人，花州警校侦查系的顾老师，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的毒品专家。我想请他加入专案组，结果人家不太想来，那边的同事也有点舍不得放人。那也挺好，那大老远折腾着老人家干啥呀？是不是？倒也没那么老。哎，不是老不老的问题啊，局长。你说我们抓毒贩，你找一个老师。没必要啊，没必要。这两袋儿，你能看出来哪个是冰糖，哪个是冰毒吗？看不出来。我也看不出来。两袋都是冰糖。群众总以为他们当警察的就会动手抓人，有些小年轻也确实一脑子热血，做事容易冲动，但你不一样，政委，你不是个莽夫。我也算是看着你一路走过来的，自打你从刑警学院毕业，一年转正三司，五年上一司，到现在三都，这些年刀山火海的闯，立的功都数不过来了。你应该是咱哈兰最年轻的刑警队长，你比我更清楚，破案靠的是脑子，是知识。局长，我不是说这个毒品知识不重要，我们干刑警的危险系数太高，那说白了，脑袋拴在裤腰带上，你找一个化学专家过来，也没抓过人，也没出过现场，你给他另外抓毒贩，那不找麻烦吗？他没出过任务，你不是出过吗？遇到危险，你能在旁边干站着？咱我还给他当保镖啊？别给我扯没用的。这么跟你说吧，国家决心铲除毒品犯罪，正计划成立专门的禁毒单位。过不了多久，咱们哈兰就要组建一支自己的禁毒支队，你在第一批人选。
这是郭老师这些年来协助粤东警方破获毒品案件的资料，拿去看看。得了，我也甭看了。局长也是铁了心了，那就你咋说我咋干呗。不是还说吗？人不太乐意来，这事儿你还得使使劲儿。你去请。我去请。对。我已经跟领导打过招呼了。你尽快去一趟花州。我去你我抓紧买票，局里报销。我可真谢谢您了。不客气。请进。你好，我找一下你们侦查系的顾老师。我就是。你就是。顾老师啊。对，我就是。那不正好吗？大老远折腾老人家过来干嘛呀？倒也没那么老。你是这个化学专家顾老师。93年那起沿海冰毒大案能顺利侦破，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儿子，听陈老师说你向学校提出了申请，要建立个实验室。对，专门研究新型毒品。爸，我想留校任教。你好，顾依然。你好，你好。听不清自己的声音。